我怕因为公安了会抓。明年回参军，回武统台湾。今年年底如果解放军打台湾的话，我直播吃屎。啊，如果今年解放军没有打台湾，你怎么办？你说。吃其他东西可以吗？吃树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九。今天我们连线到一个爱国小粉红啊，他要跟我连线直播已经一两个月之久。当时我人在美国，没时间跟他直播。我现在人已经回台湾，处理完一些事，暂告一段落，那就可以接通他的 call in 了。那我们来一同欢迎这个吴先生爱国坤吧。我有一点蛮想问你的，为什么你想要购买我的会员加入我的频道？有钱吗？有钱啊，从来没买过会员，所以有钱就买一下的那个会员啊。那你怎么会买我？你不是讨厌台独吗？你应该是去买什么韩国人啊、磊哥那种频道的会员吧？我不认识那些人，我不想买他们了。我没看那些爱国大 V， 我只是看那些台独的那些人啊。那你那么恨台独，又想要这个抖内给台独这样子？来哦，我随便念你一个留言哈。你说我们中国科技的力量已经非常牛逼了，预计未来几年将超越美国，明年向美国发射核弹，你们美国人、台湾人全部会 S， 这就是中国的科技力量。中国的那种科技力量一直是最好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还有说这个。你妈死了八九，亏我是练了五年保卫国武林大将，我一脚可以把沈蛙踩烂。你怕了不敢跟我 PK 连线吗？我现在就跟你连线，我会发你会议码给你连，不要再拖了。还有两个规则，我要线下连线，你发精华，然后把我脸打码，我不想给公安发现跟你连线，听到了没？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么爱国，为什么不可以露脸呢？我怕因为公安了会抓我。为什么？我是香港人。总之，我好怕啊！总之，那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？当然了。那为什么我不会被抓，你会被抓？因为香港本身都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啊。那为什么我可以露脸不会被抓？你要叫我打码，你怕被抓？因为你们台湾有那个美在保护你们啊。可是这是中国的领土啊，怎么会有美国人在保护呢？不是中国在保护我们吗？因为你们这些台霸只会跟那些美国的人好熟啊，所以中共不是禁止的吗？如果台湾都可以跟美国这样眉来眼去的话，那河南省、河北省、香港特别行政区也可以啊。因为中共中央没有能力管啊，不是吗？因为中国不想跟美国打仗，一直想跟那个美国和好啊，他想跟美国做那个和好的关系，但是美国不想跟中国做那些和好的关系。那这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呢？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这没错吧？对，那就是中共中央习近平在保护啊，跟美国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美国就想跟那个中国对立，所以就帮台湾。可是他是中国的领土，怎么帮？习近平一声令下，美国人就不能进来了，因为是中国领土，没有错吧？你这个汉奸为什么没有过着那个逃难的生活啊？你是确诊啊，一直在擦汗。我不是汉人，我是原住民啊，泰鲁格族啊，所以我不是汉奸啊。那你作为一个台独分子，应该过上那种走逃难的生活。可是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啊，中国怎么会让自己统治下的台湾的人民过得这么惨呢？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不好嘛，所以台湾人过上幸福的日子，不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有方？所以我们要爱党爱国，对吧？你在抹黑党哦，你小心啊！好，还有什么要讨论的？不要紧张，这边还没有淹水，好、哦，还没有淹水，你小区还没淹水，不用一直擦汗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个，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手机啊？华为啊，华为哪一支？不记得。你现在用什么？你不知道？你是不是用苹果啦？不知道。你是不是用苹果？那种新版本的那种手机啊？那是多少？你还在给我查？啊？
你还在给我上网查有什么型号？啊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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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你有什么诉求，赶快说一说啦。然后你说那个台湾是国家嘛，然后跟中国一 v 一不过分，为什么美军要保护你们台湾省呢？如果你说台湾是一个国家，那么中国和台湾一 v 一不过分吗？这不是我说的啊，这是你们习总书记的战略，都是把美国跟日本作为假想敌啊。你要去问他为什么不一 v 一要把这个美国跟日本作为假想敌，就是你要去问习总书记啊，不是问我。所以我说那个台湾根本就打不过中国，所以要跟那个美军要一起要侵略中国。侵略中国哪里？北京吗？还是上海？打倒那个中国的那个资本吗？可是，在打倒中国资本的不就是习近平他自己吗？你看呢，倒茶税收30年呐、啊，对吧？然后以前那个打土豪分田地啊，不就是毛泽东跟习近平在打资本家吗？就是中国人在打中国的资本家，关美国什么事？你九天前的留言说，以解放军的军力，1小时内必定武统成功。对，对，那为什么要浪费75年？就一个小时可以完成的东西、欸，因为中国不想用那个武力嘛，那个武力，那不想用武力，你干嘛又说出来呢？你干嘛又在军演呢？啊，就是不要用武力，你又要又弄武力。因为中国一直想跟那个台湾和平统一嘛，然后你们又不想嘛？哎、欸，不是，可是台湾已经是中国的领土了，为什么还要再被一次统一呢？就他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习主席的领地啦，为什么还要再统一一个已经被统一的地方呢？因为你们有那个美国保护你吗？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嘛，欸，如果是中国的领土，怎么会有海外的军力来保护呢？那如果是这样，那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习总书记把台湾割让出去给美国，所以中国人民的敌人就是把台湾割让出去的习近平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你还有什么要说啦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知道我的那个 Gmail 啊、HANG 那个。哎、欸，这个网友怎么样？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知道我的 Gmail、啊。然后呢？然后说，我是你演的。你看起来确实很像我演员。第一，你买我的会员；第二，我问你的东西，你全部都答不出来。我这个影片我抛出去。我很难解释你不是小粉红，哎、欸，就是连我自己都觉得你是我的演员了，而且你还要求我打马赛克，那这不就是坐实你是我演员了吗？还是不打马赛克？当然要打马赛克了、啊。要打的话，其实你要知道这条影片PO出去，你绝对会被打成是我的演员了。然后你这样会抹黑到我频道的那个公信力，说啊你又请演员了，然后你会又会被其他更多你的爱国同胞说你是演员。那些爱国同胞就是你的小号啊。对，你就是会被人家说你是我的小号嘛。那个，然后那个阿强哥很明显都是你的小号啊。然后那个阿强哥肯定是你这边的台湾省人。然后，可是我觉得你的口音，你的口音也很像台湾省人，你的口音很像那个台东的台湾省人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变成台湾演员了，怎么办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影片放下来，你去看下面多少你的爱国同胞会说你是台湾演员，你信不信？他们现在留言不是你刷的吗？我一个人刷几千条留言，你说我这里是你的演员，你小心呐、啊！刚刚有两台警车了哈，等下又有一台了哈，小心一点哈。哎、欸，他们不是来抓我的？来抓谁的？抓谁的？别的台独分子还是港独分子？哦，那个你结婚嘛？哎、欸，我有没有桌可以上我？啊？哎、欸，你有那个结婚那个表格吗？结婚嘿，怎么样？台湾什么地方？桃园呢？桃园是在哪里？靠北，你地图打开就知道桃园在哪里了。怎么样？你要干嘛？你直接讲你要干嘛？他们桌上的那些人是你演员吗？或是你亲戚的那些人吗？对啊，都是演员啊，亲戚其实也是演员啊，我其实没有家人的，都是演员，我老婆也是演员的，好了吗？这样可以了吗？因为你订阅的那些人啊，根本全部都是你的小号啊。我他妈一个人90多万个小号啊啊！明年没有武统台湾的哦，明年回参军，
我要武统台湾啊！如果你参军还是没有武统台湾怎么办？今年年底如果解放军打台湾的话，我直播吃屎啊！如果今年解放军没有打台湾，你怎么办？你说？当然不是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你总是要一个对等的交换赌约吧？怎么办？直播去台湾省，直播去台湾省哦。然后当我的面吃屎。吃其他东西可以吗？吃树叶。吃树叶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今年年底没有武统台湾的话，我踩死了。今年年底没有武统台湾的话，你在香港的港区政府前面举办游行好不好？督促这个中共政府武统台湾，可以吗？游行要申请的。对，去申请，你去申请。你直播去递交那个申请的过程，这样可以吗？不可以一个人哦，要一大堆人才可以。对啊，申请那个游行啊。对，所以你应该这么多爱国青年，我在哪里找这个人啊？这么多爱国青年、爱国同胞，你怎么找不到呢？14亿人，通通都是啊，找不到。中国没有人爱国同，没有爱国同胞。好啦，差不多了啦，我不想要再吊打你了啦，差不多了啦。好了，你下次那个逻辑跟口才再多练习，我们再来 PK 好不好？好了，大家看完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。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，喜欢记得订阅，不相信的一定要把我封锁。我是八九，他是我的演员，下次见，拜。